现在我们如果做充电桩，你想想看，如果就装在家里的充电桩的话，如果你要换车，你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你的车位不能买中间。现在还有充电桩是直接藏在那个路灯里面，就是我停在旁边的时候，看路灯，赶快偷充电。真的假的？